any option in the way. I don't know.因为他根本就不懂那我要做的话，我可能即使客人偷税，我也得把我的责任背出去。那是客人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因为货出了我工厂，那不是我的货。在中国那边，他们怎么报我？我连问都不问，我也不想知道他。